说什么东西要孵出来？粉红宝宝。那在哪里嘞？在恐龙世界，你看那里动来动去的。好，来吧，你的世界在哪里？爸爸怎么做啦？哦，跳出来嘞。它不出来了啦，不是跳出来了啦。哦，呵呵呵，是恐龙世界吗？对，你看到了吗？有，我有看到啦。对，它这孵出来了。呵呵呵。